结束了哟。小心！天地一剑，王权剑出。以吾之妖力，加汝之灵魂，转世续缘，启动。下辈子你还能认出我？美的地方，这就是你说的涂山城。没错，这里就是我们涂山湖城里最有名的湖。苏苏的听闻月老就是这。哇，所有吾乃600年修为石金刚，是800年精华法宝炼妖刀，向王权家第一人。无惨嘲叫，
小小妖孽，还敢造反！可怜群蝶，尽付黄泉。万杀归宗！你竟敢！我要对你不客气了。天上地下，唯我尊尊。是那个，哎呀，人家说不出口了。好。听着，老娘的终生幸福就看你的表现了。还记得等下要说什么吗？记得。现在给我复述一下。是。但愿君心似我心，才不负相思意。是许很好。练剑结束，不如去母亲坟前祭拜一番吧。谁在那里？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是您的师妹拜托我送口信。她说身上这么多伤口也是她弄的，真是胡闹。百草园的黑玉断续草对疗伤有奇效，不如采一些来吧，留在这里别动。回去找那只小妖吧。妖被杀死了吗？请你轻一点。居然还活着，身上一点都不痛了。对了，您的师妹要我来送个口信，但愿君心似我心。我知道了，不必多说。府上人最厌恶妖怪，你还是快些离开吧。我在你身上下了一道隐匿咒，半个时辰内离府。谢谢您的救命之恩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。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祭奠母亲了。我族是天下第一除妖世家，父亲从未谈起过母亲。我从小不准出门，于是我待的地方，我的生活中除了睡觉和修炼。杀了他。杀了他。
杀了他！杀！杀！杀！师兄，你可算来了！今日一期道盟的诸位长老莅临，他们可都想看你斩妖呢。妖物何在？臭道士！上一个这么张狂的妖，也是死在这城门下的。是。你就是那个道门兵人王权富贵？是。我哥哥石金刚就是你？谁？王权富贵。昨日。嫂子，别跟。可怜群敌竟是黄泉。妖孽，受死！我来帮你。杀鬼宗！太阳，太阳，我的骄傲，放纵！天上地下，唯我尊贵。夫君，二弟，我来为你们报仇了。不愧是一期道盟的终极兵器，只是你们对妖类斩迹杀绝不怕，有报应。击倒了800年修为的鹿妖女，师兄真不愧是一期道盟的泰山北斗啊！看来新一届一期道盟的盟主，又非王权家莫属了。天地一剑，王权世家，五族自古至今都是斩妖除魔的最强者。天地一剑，自古最强，父亲。家主，您关心的始终只有这些吗？天地一剑，王权剑出。赤尾刀！可怜群敌，竟是王权。剑来！太阳，太阳，我的骄傲，放纵，尝尝这个吧。看剑，尝尝这个吧。做什么？独步玄花，好痛。我这把刀不赖吧？怎么又是你？对不起。为何要回来？不是已经为你疗伤了吗？刚才我看见你在城外杀妖，满地的血。我想知道，当初你为何不杀我呢？
我为何要杀你？我是妖怪呀，道士不都是要杀死妖怪吗？外面的世界，道士的职责。你不知道？第一次听说。况且，你觉得我像一名道士吗？我按家族的名义行事，不过是一件只带出家门两次的兵器而已。原来是这样。这就是你的阵法，杀刀还在后面吗？杀刀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啊，这是你家全景图的织锦，从这个角度看是最漂亮的。既然你不能随意出门，那一定连自己家的外貌如何都不知道吧。看你住的地方很漂亮的，我以后会去更多的地方，把外面的世界都指给你看，让我成为你的眼睛吧。对不起，父亲。你，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的话，万水千山，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？
人善智而不善力，与强大的妖怪相斗，需借助天生灵物。换而言之，没有法宝，法力再高，也只是肉体脆弱的人类。蠢材！豪气王权剑的你，又怎么可能闯得出去？青山，休说，不能陪你。